浪漫。然后我跟微换了一句主歌部分。慢的你都没听过，就是好听。那有一段时间了。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欺负你了，让你坐地上？不会，我都说了坐地上但我根本没记住歌词啊。大家听得到音乐吗？你知道慢人怎么唱吗？不知道。你有没有平板吗？有，我正准备去拿。张润把我的笔带回来，把我笔带走。其实我记得这歌词，晚上好，要听歌才能听不到吗？基本上听不到。等一下，我先把那个音乐关。喂，哔哔，笑死，吓我一跳！哎，放什么歌来着？哦，放你们那个什么？你听，慢的，他、哦、没有网。谢谢巧克力。叫什么慢冷吗？对啊，慢冷，慢冷，打成慢冷，慢冷，这是我唯一一次普通话比较过关的。慢冷，慢冷，慢冷，冷，慢冷，冷，冷，嗯，差不多吧，就那样，再活着吧。不对吗？慢冷。哦，对啊，有我有 WiFi， 但是冷，冷，慢冷。是吗？南方人肚子冷吗？慢冷。正在获取歌词，它、啊、这个网络跟没有似的，跟玩儿似的，好笑。你好悲伤哦，怎么听我普通话很悲伤吗？等一下子，慢冷。今天你生日快乐。啊！不要咬我的脚趾。他们说你们慢冷。慢冷。慢冷。冷，冷，冷，嗯嗯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对，慢冷，为什么我这个这么奇怪呢？这是不是 iPad 版的？从我出道到现在都很喜欢。好艳的妆，我的妆很艳吗？谢谢仙女。你我喉结哪有这么明显？可能最近又瘦了，不是？越爱越是骗人，不相信我看到的，一样说裂缝如果始终。开始瞎跟着唱啊、哦！很久没吃草莓了，吃呀！我居然没听过这首歌，说不定副歌有。现在到副歌了吧？这就是副歌。好那个，我只听过慢热。谢谢兔兔。对啊，这是日歌的歌。这是我自己选的，不是啊，你自己选的。他给了四首歌，你跟我们是一，为什么你们跟我们不是一个？谢谢仙女，我们的歌是小情歌，你们的歌，哦，都是那种。然后还有一首是红色高跟鞋，还有动漫的、哦，然后我就选这个，感觉是最难的。真的吗？其实我觉得温柔比较难吧。我觉得这个比较难，因为我没怎么听过。那是因为你没怎么听过。不是，是他比较没有那么朗朗上口。其他的歌都很朗朗上口，对吧？这个比较偏小众一点吧，可能也没有小众，可能是我没听过，所以我觉得他旋律很陌生，旋律很陌生。对，谢谢兔兔。但红色高跟鞋太有节奏感了，你懂吗？就是我老是要追求节奏感，然后很显然我没有。我等于笑死了。梁静茹粉丝出警了，
不要出警，不要出警，只是我没听过而已，很正常。我没听过的歌多了去了，因为我只听 S.H.E 的歌，所以大家不要出警，只是我都不听而已。说梁静茹的歌我也有听了，听过很火的那些，我也不愿意。这首歌是我被迫选的，为什么？怎么能说被迫选的呢？哦、自己对，喜欢，我超喜欢的，你别这样说。我超爱梁静茹。就是老师不会让你选择这首歌，那小情歌，小情歌不是很熟悉吗？还有什么？还有温柔。温柔我是真的一点都没听过，没听过，是那个五月天的吗？是那个，然后还有就是我被查了张闹，那你为啥要叫猪啊？其实我听过温柔的仙女，没听过温柔的，对，勇气，分手快乐，云下暖暖，我都听过。别拆火啦，我是哎，他有一首歌叫什么来着？时光像琥珀，但是这首歌还算在我的音域范围内，就是没有那么难唱。哎，情歌吧。我知道你知道。对，厦门很危险，大家注意安全。你好悲伤，你好像每天都像一个悲伤蛙一样。滚呐！好，接下来听我们的歌，我们的歌叫什么来着？看起来不错，其实也还好，好不容易记住。看起来不错，其实也还好，对不对？对，看起来。所以你不要那么难过，好吗？他没有很难过。啥时候回去？再说吧。我也想回家，我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。我也想去旅行，可惜没有钱。厦门澎湖湾，澎什么湾？澎湖湾？什么湾？还是还挺好看的。厦门有你说的不会是鼓浪屿吧？啊，好晕了。厦门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吧？救命啊！我也想去桂林。这样可以说是没有。可是没有一点点的关系了，是十足军一梦，我的粉丝如此荒谬，真的都很快乐，都很寂寞，我只是想去关系早已熄火，可是现在我每次都唱什么灭火，你别说我现在还确实有钱的时候没时间，我希望给我一个这样的勇气，就是今天晚上突然进行一个，今天晚上突然进行一个，明天第二天就到了，其实也还好，我给我非常需要这样的机会，只是懒得再寻找，有一次明明下雨说我说的这个旅行，其实也还好，说的大学的时候，说大一的时候，真的是来每一天每一周都在说走就走，说走就走，不能说每一周，我每个月在说走就走，话不说，就是话不说，周五早上，没有周末，各自工作，在身上找结果。我周五早上，我从龙岩，然后下课之后就有时候坐火车，我有坐过火车，然后也坐过动车。下课的时候就拿着，就看一下高铁票，哪里比较便宜就往哪冲了。好像不错，其实也还好，但是我只是在别骗了，湖南周边城市玩的，只是懒得再寻找，看起来好像不错，羡慕你还能在其实也还好，谁变了，谁变了，谁变了，他原来做工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经常就是有没有说就是一定要去呢？反正就是远离我的学校就好了。感觉都要做。比如说，我觉得只要像古代人一样嘛，然后但是我头发要掉，长沙玩就已经很好了。或者是说，在
就是在那边看我头发，广州玩，你看这根要掉了，感觉就在广州玩。看起来好像不错，其实也还好，就是因为我不愿意跟别只是懒得在学校里面的社团起来好像不错，其实也还好，就是我自己不愿意跟他，就不愿意去参加他们的那些活动，然后我经常就会厦门到广州的机票巨贵，真的吗？就去长沙找朋友，应该不用吧，来广州看公演之类的。核酸其实还好吧，这样的感觉真的很棒，就是远离了，远离了，现在核酸应该都是远离了吧，没有同步一直相处的人，然后他自己回来吗？相当于散心，或者是就是不用考虑很多事情，就这样。晚上好。晚上好啊。厦门一堆到，对啊，厦门是有，但是我家没有。是啊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真的觉得学校社团很无聊 ，so boring。是吗？你是在回答我？对啊，我们学校的社团，我们学校社团真的是，知道吗？一直都是在轰趴馆度过，就是一直一直在轰趴馆。我直接把这个压在身上，笑死！一直一直在轰趴馆，天哪，你知道吗？无论每一年、每一次、每一月都在轰趴馆，那有什么好玩的？两趟动车到广州，好像我家那都没有。我真的不能理解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通。就是我只能去一次也就行了吧。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，还在红趴馆，一直在红趴馆。厦门到广州多，就没必要了，真的没必要了。给你们看，我厦门到广州，我也不知道多久。看，我喝了新品。你说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有几次就是跟我说，有几次跟我说说，哦，我们去哪哪哪烧烤，去哪哪哪烧烤，然后一去，哦，红趴馆烧烤，就在红趴馆的阳台烧烤，算是这也叫。算是新品里面正常的，然后不然就是去，然后就我觉得很无聊啊，不是很阴间。但我们学校也实在是太爱，就是很积极向上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思考资讯种树，明天做什么发型？我真的是四个小时你能接受？我觉得四个小时真的很久。就组织去。可以试试，你明天就可以试试。社团活动，对啊，就是这培养了什么感觉？你知道这种活动基本上是在我小学、初中才会有的活动，这不是志愿活动，这是我们社团的事，就是哦，你也是福建人是吗？就是附近社团团员的那个友谊。我现在在给我的 iPad 开热点。我是跆拳道社的。虽然你不敢相信，虽然你不相信，但我真的是跆拳道社。我准备开到十点就关。从来没去过福建，去啊，来呀、啊，去啊！哦，我现在不在，我应该说去啊。你是台中社的，真的吗？厦门到广州也要这么久吗？就我们跆拳道社，真的？那就厦门的大家不是就来不了吗？就哪也去不了。训练啊！我是讲，我不是讲闽南语的。对，我妈妈都让我不要回家。是啊，我真的一节课都没去。疯倒了是吗？你怎么懂我？怎么会这样？对，现在福建很危险。其实我都不去，你知道吗？自从我知道好想回家，我都好久没有回家了。我就再也没有跟他们活动。我已经，然后有一次看群，好久没回家了。社团群说他们下一次活动去哪？种树。你去过上海？种树哎，种树哎，挺熟悉的名字。又还没到植树节，就在广州好好待着吧。等到过年应该就可以回去了吧？对啊，待会还要去排练。规定要加入一个社团，就是加社团是有学分的，就是我们学校是加社团是有学分的，所以我就强行的加了一个社团，够了。你在干嘛？就那个我们学校跆拳道社。哦，我还有踢过那个板子呢。
学费有什么用？真的，这关系到我毕业啊！听起来好像很严重，应该大家就没事就待在自己家里。但是我发现，原来社团加不加都无所谓。改做和散，好听好听好听，像极了我们泉水音。大家好好待着，不要乱跑，就这种危险的时候，大家听国家的安排。有听木板的活动，不要给国家添乱。在学校，学校人也很多，戴好口罩，没事不要出门。谢谢入河的兔兔。上课的话就，反正我不会。上课要去上，有课上吗？现在？我该网课。你知道吗？我之前就是刚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对学校的朋友，谢谢你的夸奖，我知道在夸我。我真的对他们，对那些有无限的向往。漂亮女孩。我很想加入那种茶艺社。茶艺社就是不是你说的那种茶艺，是人家真的。你知道我说什么茶艺了？我知道啊。我说什么茶艺？闹的是龙岩人吗？是。我碰着姐姐的猫猫，姐姐不会在意吧？哪个姐姐？防空演练，为什么啊？讲然后我就，然后我当时想的是讲什么，我一定要加入一个茶艺社，我一定要学会，就是优雅的品茶。真的，倩倩他们那边很严重。但是倩倩不是在福州吗？在福清。然后，但是哦，我知道何文娜，我发现是我朋友的。我们学校没有茶艺社。我朋友也是学那个的，然后。然后他是他的上，他是他的上下床，换一个打泰拳的，但是他没有坚持练，太吓人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要不然他也去参加了，打泰拳的太吓人，这太吓人了。今天好好看，我有就是对啊，刚进学校的时候，朋友也是学那个，因为我想的是学会打泰拳，我就能防身保护自己。小时候，但是我发现一起玩的朋友，好久没有联系了，这么一说。根本不用保护自己，根本没有，是安全的，是人不人的安全了，根本不需要保护。对啊，根本没有人要打我，根本没有人要抢我节，也根本没有人就是要抢，哇，那你年纪好小，就是抢钱之类的。谢谢奶茶。觉得就，然后但是他们也还是好像人，每天在那体育生路过，体育真的很辛苦。打泰拳的那些人天天在那踢脚，有多恐怖吗？我记得体育生是不是也要去别的地方比赛？就是、那个、就是我们学校有那个体育生，他们每一个人的小腿肌，然后是跑步的，好久不见，我吓死了。比安大，这好像那个牛蛙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每一个人的身材都好像牛蛙。然后就是那种、啊、哦，肌肉好发达，好那次 KTV， 对，要到处比赛，好辛苦。就是我当时跑比赛，就学校那种跑步比赛，然后我拿了第二名，因为第一名是那个体育生，这一坨那一坨的，对，我回不去家了。然后那个打泰拳的，就是打泰拳的那个下半身全是肌肉、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是手不用劲了，全是腿。跑400米，400米没有接力。我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是女孩子，我不能小腿有这么大吧。当时全校第二，第一名是个体育生，然后1500的时候他又是第一名，1500我是第四，然后呢那个1500、哦、你又出不去。对啊，真的吗？我觉得400米比800米好跑。然后他当时那个大家不是1500都是有那个就是那种口不是口诀那种谢谢仙女，就是有那种叫什么技巧的吗？就是先谢谢兔兔，不是要先跑第二名，然后让第一名跑着跑着，然后就慢慢超过吗？但是我们学校谢谢奶茶，我们学校那个体育生一个女生去那个滑板社，她从一开始超别人一圈。哎，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有，就是那段时间有一个视频，吴宇波在那滑滑板。好漂亮，然后我当时也想着说去滑滑板，他开始跑就直接超人家一圈，你补啊，腿还用的挺多的。然后我就想说去买滑板，哦天哪，大家再也没追上过他。然
然后但是帮我去了解，他说直接给人家甩一圈。哦，加入我们滑板社的话，先交500块钱买一个滑板吧。我说怎么的？就我还没加啊，没加进去。400米，我当时什么？我当时是小组第一，然后我是这样的，先买一个滑板，我就是一开始跑，我就跑好，然后。我一开始跑，我就没见着旁边的人，然后我跑完之后，啊、到了终点之后，就是我朋友在旁边陪着我跑嘛，但他们是直接直插过去，就是从中间，然后我那些朋友他们也没有很惊喜，然后我社团的人也没有很惊讶，就也没有说什么，我以为我跑最后了，因为我从来从头到尾就没看到、就是、没看到其他人。结果我是第一，我是觉得一定要有个滑板无语，他们一点也不激动、嗯、然后我就以为我跑步很快，没想到就前两年参加河这边的跑步接力赛，我发现我又不是很，我已经玩命在跑了，就是你说我是发现大家其实你好杠啊！你像我以为少女偶像都没有什么，就很少女了，哎，就不会跑不动的那种。没想到大家都跑好快，好我已经发疯了在跑。我发现大家真的就是加社团的最后时间了，就是你只能在就是你跑长跑的话你就结束了，留点体力慢慢跑。实在是不知道加什么，就随便找了一个，就不要去记你第几圈了，就开始跑。每圈都当最后一圈跑，然后加入了跆拳道社。那跆拳道社也是问我要了钱，然后说要买跆拳道服。啊，我说算了，我不要。我说我就想加入社团，什么都不。然后我之前考试，哎，是中考嘛，要考体育，然后我好像跑的也还挺……哎，我本来就是为了学分，就400米很好跑啊，又不长又不短。虽然他们。对，我一开始就是冲刺跑的，我没有，我800米不行，单推 NC， 哇哦！但是我是花了50块钱进去的。我以前跑花了50块钱的。我们有一次上体育课被罚了，然后大家跑了多少圈来着？我不记得，应该跑了好多圈那个操场，然后一圈操场就是800米。那个50块钱对那个。我们当时操场特别大，加上第一次，然后被跑了好多圈，然后我那个头发第一次团建的那个跟洗了头似的，直接滴水。我没去那个，那看我头发太卷了，我这自然卷卷的。对，一圈800。就是那个时候，就是我其实慢慢跑，或者是有人陪着跑，其实还好。我们操场是因为中间有个足球场，所以它是800米。我800米也不行，我800米太那个了，因为我800米会都会那个什么，就是我800米我没考过，没考过及格。如何然后后来没办法，实在要过了，然后就老师看我那么坚持，就是每次跑的都要吐了，要死。然后他就让我过，因为我每次都去上课，但是我真的跑不动。我400跟1500都可以，但800唯独800，不知道像个魔咒，我做不到。啊，我真的吗？对啊，才1米，学校是800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学校平均身高是800吗？多，没记错的话，400吗？我怎么记得是800？因为我跑400米只从这边跑到这边。哪里高啊？男生哎，不是女孩子哎，就到这左右算高吗？那说明他一圈是800吧？但是我们学校就是跆拳道社的，我是从这开始跑的，然后跑到这是终点。对啊，是属于这边的，所以我就觉得，而且他们就很。这样吗？就很我不记得了，就很。可是我当时跑400，是400还是200？我不记得了。400。我比较腼腆吧，我不是属于那种社交 AC 型的人。
我比较燃的内敛，然后我就为什么我怎么觉得是八百？跑过长跑吗？一千五啊！在里面距离，我好害怕他们主动哦，真的、啊。我那我跑的就是200米，因为我记得我就跑了半圈，那就应该是跑了200米。不是、啊。不对，我记得是我同学原本是。等我回去，我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奖状。我觉得大家就是。我那个奖状。就是我又不能不会聊天，对啊，我也是。1500还可以。你们不知道。唯独800。我前几天还八百就是魔鬼，不是跟我朋友说，跟我大学室友说，我们你要想象你喜欢的东西在前面。我们大学同学有一对，都快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天哪！我说赶紧结吧，趁我现在没什么钱的时候赶紧结。如果不现实的话还好。我说他们快结婚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你怕鸡吗？结婚的时候先删个好友，本身也不怎么。5000米、嗯，你想一想，你要跑完这一圈，你推就会进圈，你懂吗？你要跑完两圈，你就有两个推进圈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划不划算？哼，我跟你说，我以为 coser 都是 coser。真的、啊？那你吃椰子鸡吗？我才发现他们真的划不划算？根本不 coser， 直接不跑，笑死！你要把你的推，你到底有多少个推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谢谢巧克力。对，跑完跟现实是两回事儿。但有大家水平都差不多就还好。我大学同学也快结婚了，但是还好在他，我跟他不熟，应该不会给我发消息。跟他不熟吧、啊。我大学我只跟我的室友说，然后其他我最近还是感冒，好讨厌。是完全是那种，是那种跑步厉害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感觉我跑步也不算厉害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和的小偶像跑步都挺厉害的。真的吗？对，我上次参加那个接力赛，我靠，天哪！我觉得我已经用尽全力在跑了，他们居然都在我旁边。那你旁边不是很正常吗？我跑得很快啊，我已经用尽全力，已用尽全力。反正我握手会来催卡组的，不会，你不会就是微博 at 我的那个吧？就是、也不会收到他们结婚邀请函。好久有握手，国庆就有握手。他是不是飞毛腿我不知道，但是人人都是毛腿。谢谢玫瑰发，哦，是你。他们说要握手会来吹那个吹卡祖笛，哦，倒不必。你知道那卡祖笛的声音，卡祖笛的声音真的像极了我们的全损音质的音箱啊！手机掉水里了。啊！谢谢节能秘密。为什么我的花前月下没有月？结婚了，救命啊！这是最可怕的。有人来吹小唢呐吗？有人来吹？吹别的吗？谢谢。你们组个乐队呗。对，为什么还是扇子？大红扇子。谁是扇子的？哦，你还会拉二胡。二胡？哇，你能不能学点阳金乐器？怎么啦？二胡怎么啦？我爷爷会拉二胡，我爷爷会二胡、金胡、板胡。金胡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龙虎，我爷爷好会好多，早知道小时候找他教我。我要是学会了，我知道为什么没有月亮。我的声带给你唱一首。叫我勇敢的说出我现在已经学会唢呐，给大家吹一首生日快乐。在一样的声带，你会啊小提琴吗？你会小提琴吗？我会弹棉花，真的，我待会拿一坨棉花给你弹弹看。我现在去看看唢呐，唢呐多少钱一个？对啊，我也想唢呐。那你来表演一下吗？主要是你知道吗？
就是我们冷餐或者是我们公演三个人，哦，一分钟就要关了。那么这么多人里面，大家有缘明天见。这么多人里面就是没有缘，明天也要见。就是这么多人里面，就是没有那么多是我的粉丝，然后。一舞成名是不是跳舞机啊？就是，好，可以，非常好。我截图了啊。他说他要催着卡，他要催着卡祖笛，然后拉二胡。我知道我的歌也在上面，大家要喜欢跳那个跳舞机的，可以去搜蹦迪上。你催着卡祖笛拉着二胡，我啊，时间到了，拜拜，晚安。我是不是应该捧个照片在后面？笑死。